小燕姐，哈林哥，我也是天后啊。OK 啊，你天王，天王不是？五年级生歌曲。五年级生歌曲，请看。刘文正，风儿轻轻吹，费翔榴莲，林淑荣，我怎么哭了？哦，今天我觉得一定要帮即将要开演唱会的人打。耶，哎，这是我们演艺圈的义气。人团团结，好，加油加油！如果我输在这一题，就怎样？我相信淑荣姐会送我两张演唱会的票作为补偿。啊，应该会。你怎么那么笨？你要是过了，送你四张啊。也对，可以唱整首哈。讲了半天，你要选择的就是我怎么哭了？林淑荣1983的作品。我说过我不会哭，我说过为你祝福，这时候我已经没有主张。我想要忍住眼泪，却不能忍住悲伤。哇，老歌很熟哎啊！我是老歌王哦，老歌后。刚刚谁在后面合音 ？No， 你不要乱合音啦，鬼一样。我没有哎，不是你啊？是我这个鬼啊？你也有啊？对啊 ，No， 怎么搞的？搞两个鬼来啊？因为班长今天喉咙不舒服了。那这个唱，那这个唱，对，很难管。七个字，请说。却不能忍住悲伤，你淑荣姐却不能忍住悲伤，却不能忍住悲伤，请看。我刚刚，你可以用我第一次唱的答案就好了吗？哦，对哈，因为已经隔了这么久啊，也对，虽然只隔了一分钟，但我恍如隔世。哪有一分钟？有，你刚跟他们聊天聊了一下，绝对没有，30秒。我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还有跟人家聊了10分钟以后再讲答案的嘞。宝姐，较重哦。我心机，我来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要陷害别人。心机王，对。宝姐，你可以看上一句。上一句啊。你看上一句啊。忍住眼泪，却不能忍住悲伤。却不能忍住悲伤，对不对？可以了，答案确定，确定，确定，确定。正确答案请揭晓。耶！啊！啊！耶！好久不见的林淑荣小姐，影子歌后林淑荣，早期模仿凤飞飞出名，1983年出道，成名曲《安娜》，至今发行过82张专辑，已经退居幕后11年的她，准备在今年复出喽。这是我生平第一场的演唱会，所以我特别的酝酿。讲了半天，哽咽要哭出来。不是讲了半天，他把重点很清淡的带过去。他讲了半天，这是我第一场演唱会。然后没有。你要说，我要举办我个人的演唱会。第一关，就要让大家回味一下林淑荣出道的招牌。哇，经典名曲，很重要的一个过程。不会，他跟。帽子天后凤飞飞的关系匪浅哦，对，而且他真的是我的启蒙老师。你刚出道是以模仿凤飞飞闻名，歌声像，整个外形都有点像。今天不如啊，就教教小朋友啊，教教怎么样模仿凤飞飞。哎，我只出道的早，为什么他们是小朋友？那我意思我还很年轻哎，我出道的早。让这个小姑娘教教小朋友。对对对，阿内卡送啊，对对，哦，送丢。哎，快递来。哇，你还有，有备而来了，到处都有。刚好，感谢您，刚好，刚好，哎，感谢您，大师大师。先让大家看一看林淑荣的凤飞飞版本。OK。这首歌曲，好，1981年的《好好爱我》，要连动作哦，不是只有唱歌。不求你的富贵，不求你的荣华，只愿你把我珍惜。感谢你，给我一点关怀，给我一些安慰，我就能满足我心扉。两句
宝仪进入奖金挑战赛。阿宝曾宝仪出身演艺世家，是一位兼具主持、歌手、演员等多重身份的全方位艺人。许久不见的曾宝仪，第一关就选择历代经典女歌手。你觉得有谁？梅艳芳、淑蓉姐，还有淑蓉姐，哎呦，什么？她就坐在那边，姚淑蓉啊。哎，你姚淑蓉，是淑蓉姐。哎，淑蓉，她客家发音淑蓉，都一样，对不对？林淑蓉跟姚淑蓉都一样。傻傻分不清。淑蓉姐，历代经典，像刚刚我们唱凤飞飞，林忆莲也是，林忆莲、苏芮，对，太多了。请看。那夜你喝了酒，说实话，许茹芸，还有周慧姐，周慧，好想好好爱你。我要挑那夜你喝了酒啊，哎呦，我们选择的是1988年陈淑桦的《那夜喝了酒》。耶，加油！刹那间，我突然了解，你这样的男人要的不只是爱。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？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？我。哇哇！你看又多了好几个字哦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十个字，请说。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？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？十个字，请看。请看，不是正确答案。你有看过本节目吗？有啦有啦。因为你刚说请看的时候，我每次很开心的，请看耶，就是 OK 的意思。请看，假如是解答的话，他有可能是 OK， 有可能是失败啊。请看，不是这样啦。你现在要什么？显然没看过，他要先确定之后，然后再看。我知道了，我说我再把想把刚刚那段剪掉，然后说请看，你为什么要解释？又要剪掉这段？没关系，我还会再解释。你看，搞不清楚啊。OK， 没有问题了，答案确定。这时候我会讲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哎，还不揭晓？风花，恭喜！这样子 OK 了。之前的选择，哎，你以前的同事都是天后啊？以前同事是谁啊？阿妹，阿妹啊，妹桃姐，苏芮姐。哦，哇哦，苏俊哥、林志颖，哇，所以苏俊也是天后，就对了。啊，对，对不起，因为你说以前，你们刚刚问题是以前的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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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只是一个小过程。阿亮、黄子佼，小燕姐、哈林哥，我也是天后哈。OK， 你天王，天王不是？五年级生歌曲，五年级生歌曲，请看。刘文正《风儿轻轻吹》，费翔《榴莲》，林淑蓉《我怎么哭了》。哦，今天我觉得一定要帮即将要开演唱会的人打。耶！哎，这是我们演艺圈的义气。人团团结，好，加油加油！如果我输在这一题，就怎样？我相信淑蓉姐会送我两张演唱会的票作为补偿。啊，应该会。你怎么这么笨？你要是过了，送你四张嘛。也对，可以唱整首哈。讲了半天，你要选择的就是我怎么哭了。林淑蓉1983年作品。我说过我不会哭，我说过为你祝福，这时候我已经没有主张。我想要忍住眼泪，却不能忍住悲伤。哇，老歌很熟哎啊！我是老歌王哦，老歌后。刚刚谁在后面合音 ？No， 你不要乱合音啦，鬼一样。我没有哎，不是你啊？是我这个鬼啊！你也有啊？对啊 ，No， 怎么搞的？搞两个鬼来啊？因为班长今天喉咙不舒服了。那这个这个唱，那这个这个唱，对，很难管。七个字，请说。却不能忍住悲伤，你淑蓉姐却不能忍住悲伤，却不能忍住悲伤，请看。我刚刚，你可以用我第一次唱的答案就好了吗？
哦，对哈，因为已经隔了这么久啊，也对，虽然只隔了一分钟，但我恍如隔世。哪有一分钟？有，你刚跟他们聊天聊了一下，绝对没有30秒。我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还有跟人家聊了10分钟以后再讲答案的嘞。宝姐，好重哦。我心机，我来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要陷害别人。心机王，懂吗？宝姐，宝姐，你可以看上一句，上一句啊，你看上一句啊。能忍住悲伤，却不能忍住悲伤，对不对？可以了，答案确定，确定，确定，确定。正确答案请揭晓。耶！啊！啊！耶！接下来阿宝遇到了马国碧以及 NONO 搅局，身为台大高材生的阿宝却机智过人，毫不犹豫一路闯到第七关，尝试性感动起来，挑战奖金6万元，动起来。张惠妹 ，L A D Y， 温岚烧色，蔡依林《维多利亚的秘密》，张惠妹，爱无色，我说杀无色，他把他的潜台词说出来，不要怪他，杀无色，杀无色，对，哒哒哒哒哒，杀无色，那是 NONO 才杀无色，对啊，杀无色 ，L A D Y， 维多利亚的秘密啊，哎呦。他要选择蔡依林的《杀无赦》。曾宝仪第七关尝试性感动起来，演唱蔡依林的《爱无赦》。黑暗中牵着手，我在摸索谁爱多着偷偷摸摸。你的爱要自由，只要温柔能被感受，已经足够。那么优雅的枷锁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I'm so sorry。真的，我真的不会唱这首。不要对不起，制作单位要说谢谢你。第七关没有通过，第六关折半15000元，送给我们的客家艺姐曾宝仪。